你好，朋友，你好，你好吗？再给你们看看我的那么多东西，看的话真的太好看了，来吧。 Hello everyone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出来了，跟我朋友在这儿来卖东西的。我在找 chocolate 饼干的，这里在卖饼干，这个是135块钱的，在中国这个有吗？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没有。我小时候吃这个的，所以我今天又来买这个了。 这个不知道在中国怎么说，然后我让他给我100 GM， 100 GM 有55 PKR 了，是不是贵不贵？好 ，50 gram， 51半斤，就是3 PKR 的，开心吗？ 67 块钱 PKR 了，这两个也卖，有，一个是。 66 PKR 的，2个100多了，我也想买有点薯条，所以看看哪个好看。这个吧，这个一个不到1块钱，就0.8毛。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。快点付钱啊！别的，到了买单，薯条、棒棒糖、可乐、牛奶、酸奶。 Give a damn about a hater when I feel like it. Not today, not today. 多翻了，看看多少钱。大家给你们看看我买了那么多东西，你们猜猜多少钱？买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是付了919 PKR。 刚才购物好了。 现在我们出去回家了，所以给你们看看在外面老号真的真的太好看了，拜拜。Yeah, my boy， 我们现在要出去老号了，我一会儿给你们看看老号真的太好看了，来吧。中国一样，在老号也有好独处，晚上的时候给你们看看。大家好，今天去老号这样的，你们看一下吧。老号里面，老号里面都是太多了，我今天没有出来那个。 没有开车出来，因为老汉进去后很会堵车的，然后也有好多开车的地方。我刚才买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是32块钱的。大家好，我们出来了，在巴基斯坦的肯德基里面，在巴基斯坦也有肯德基，在老汉这边。不过以后你们到了在巴基斯坦，不要忘记可以下载那个 KFC 软件，你们能找到肯德基。